猫生小猫多久才能生完？首先，猫生小猫，你应该都没有办法去观察到，因为猫猫实在太能干了，它们大部分都会把自己隐藏得很好，然后去进行生产。那么有一些主人呢，就会特别的细心，他可能对于猫猫的观察都会更好一点，所以你能观察到猫猫的一个整个分娩过程。大部分一个健康的分娩过程是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完全结束，但是因为现在家养猫的一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也由于它们自己的一个运动能力不断的下降，比如像母猫气力的问题，或者是胎儿过大的一个问题，会造成分娩的一个难度增加。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，如果在4到6个小时之内分娩能够结束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状态。但是如果超过6个小时了，分娩还没有结束，又同时在每一胎生产的时间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长。但有理由怀疑，可能猫猫妈是月经了，或者是这个下面的一个生产会出现一个困难，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助产，或者是通过剖腹产这样的形式去帮助它。小贴士：猫咪是很能干的，大部分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去生产。通常健康的分娩过程是在2个小时以内完成，有些在4到6个小时内分娩结束也是正常的。如果超过6个小时还没结束，每胎间隔时间比较长，很有可能是生产困难，可能要去帮忙助产或者是剖腹产。